扬我国为制霸全日本的三大中华料理之一，麻婆豆腐大葱切碎，生姜大蒜研磨成酱，嫩豆腐和猪肉丁在盐水里焯一下水，锅里加油爆炒一下生姜蒜和大葱，加一碗水，依次加入味增番茄酱、鸡精辣椒粉、花椒粉、白砂糖、日本七味辣椒粉，放入猪肉碎给它个勾芡，最后放入豆腐，摇摆你的身躯带动你的锅，不用翻，撒点黑胡椒。你们猜还有两个中华料理是什么？老同事在湖北养虾创业，我用他的龙虾做一个新的盖浇粉，龙虾去壳切达芝士切碎，加入黑胡椒、白胡椒、蜂蜜和酱油，用木丝圈固定，撒上马苏里拉芝士碎，烤箱200度12分钟，铺上白米饭，盘子来个反扣逆袭，最后撒上帕玛森芝士和 Tabasco。